召开了股东会，表示将会建立策略联盟，力拼本业赚钱。法人认为，中美金因为半导体事业获利表现优异，第一季已经转亏为盈，但是矽晶圆本业因为价格飙涨，涨幅没有达到预期，第二季应该还是会维持亏损。不过，中国大陆的太阳能双反案预估将会有助于中美金第三季本业转亏为盈。